列车从奇莱雪景前驶过，如此浪漫的场景在花莲木瓜溪桥就看得到。在平地就可以看到奇莱山的山头上覆盖一片雪白，美丽景致就像冬天捎来的明信片，引来不少民众欣赏。如果它零度的时候啊，它雪没有那么快融，所以基本上雪不融的时候啊，你在平地上基本上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奇莱上面的雪景。除了平地视角，也有许多民众为了更好的视野跑上鹤田山远望雪景。但这样的美景是期间限定，过几天干冷会雪融，要懂得把握良机。因为很怕下午开始变天，会有云层把它挡住，难得会看到整个花东纵谷的山势，包含奇莱山整个高拔的显示，这样才看得到。想在台湾就能浪漫赏雪，民众务必把握上午时段，在下午起雾前，奇莱山的积雪清晰可见，视野极好，在台湾就能感受异国情调。